是获得了9.41分，是排名第七。这是美国的李天雅，所以你看每个运动的起势开场动作都是不一样，这就是看你对这个建筑理解怎么样，你的编排怎么样，吸引裁判怎么样，吸引观众，你有哪些的特点要在这1分20秒之中内把它展示出来。所以在动作规格完成情况下，主要看你的演练水平，就看你对这个建筑的理解程度。这是左右的穿挂线，最后得分是9.49分，你看他的动作质量也是满分5分，演练水平是4.49。